哇，真系攞命啊！唉，牛，阿牛啊，阿牛，你喺边啊？阿牛，啊，你哋睇，你哋冇事啊嘛？其他人咧，佢哋喺边度啊？我哋喺度啊！大家冇事啊嘛？啊！大家冇事就真系好啦！咦？点解啊？点解啊？唉，擘都冇啦，擘都冇啦！唉，大茶饭。你唔好咁伤心啦。嗯。啊，日日都系呢啲。啊，难得揾到个机会炸低国城，点知呢班天才喺最重要嘅时候插入嚟，搞到大家一锅熟。啊，而家更严啦，更严啦，更严啦吓！喂，你咁讲咩意思啊？吓吓。系啊，咁我做咩啊？系啊，你咁讲算点先？啊，咪咁怒气啦。算点？如果唔系你哋喺度左头左势啊，识搞成梗，仲更多机格。嘿，大茶饭，你咁讲就打话嚟讲嘅啫。讲咁多做咩啊？我顶唔顺啦，啊，嚟啊，直抽啊！啊，你哋唔好乱嚟啊！如果唔系，我就隔呢个引爆器等大家一镬索。啊，有事慢慢讲，慢慢讲啊！大茶饭啊，唔好咁冲动啦，万事有商量噶嘛。系咯，唔啱咪倾就啱啦，后生仔，大家都系自己人，面上和气啦嘛，使乜咁燥啊？系啊，收声！你哋都唔系潮州人，冇权同我讲嘢。再讲我就梗呢个引爆器。唔好啊！你做咩啊？喂！你无了希望，佢无希望，我无希望，个个都好似没有取不讲嘢。你也要讲嘢，佢要讲嘢，我要讲嘢，结果搞到大家都赖嘢。你个斗鸡，我要讲嘢，你好收声，你唔系吊着人就唔好出声。觉醒他才真正是要大家去面对，无谓搞弄大家爱教无理去面对，其实有真正乐趣，何妨这比赛仲有一小段，为何你不肯交出你那团结的精神，令到你得到赛车的冠军。其实我想会面对，但是我不敢落嘴，令我在比赛遇到装失败。现在我真想交出我那团结的心，跑到终点连锁。Come on, 咦，系喎，你话佢讲得啱喎，我哋唔好再响度吵啦，我哋大家应该开开心心咁一齐去啦，我哋咁多人赢硬啦，你话系咪？有你哋呢班好朋友，好知己，我大茶皇实在太开心啦！我一定要继续呢场比赛。嗯，冇错啦。但系我哋喺边度揾出嚟比赛啊？我哋所有嘅车都散晒啦，点比赛啊？系咯。傻啦！我大茶皇并非浪得虚名嘅，
只要你哋帮我揾到个壳比较硬净啲嘅车，我就可以装上我嘅超级秘密霸王神秘武器大灾难三千梗就得噶啦！大灾难三千，唔系，系超级秘密霸王神秘武器大灾难三千。咁乜嘢系超级秘密霸王神秘武器大灾难三千啊？喐你做咩噶？所以话你哋见识少就系见识少啦，等我俾啲嘢你哋睇下。嗱，呢个就系我嘅杀手锏，又名超级秘密霸王神秘武器大灾难三千嘅少少矿量。嚟啦，为咗证明我冇吹水，做个小小嘅实验俾你睇下佢有几劲。咁要点试啊？咦，啱啦。嗱，小罗罗，而家边个任务你？你帮我完成之后，一定升你为最终极嘅小罗罗 ，OK？ 你帮我攞住啲旧嘢，有几认就几认，千祈冇开镜头。而家靠晒你噶啦，小罗罗，明白冇？快啲去，快啲去，啊！出出出出出出出，你喺度做乜嘢啊？跟住嚟啦，啊，嚟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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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咁上下噶啦，嗱，咪眨眼啊！有咩睇啊？咪更生格啦你哋！啊！哇！哈，睇到未啊？不过小小嘅洪亮嘅大灾难三千，就可以造成更大嘅破坏力，系咪好犀利啊？咁大嘅破坏力要嚟做乜嘢？等我讲解下啦。而家我就当呢架系好普通嘅车，我再讲多次，系一架好普通嘅车。然后就装上呢个小型大灾难三千，放喺车尾度，跟住咧就睇住啦。哇！呢个错误嘅，其实应该系喺大灾难三千度加条喉，就唔同晒噶啦。嗱，而家我哋再试多次。啊 ，OK， 搞定。嗱，定啲嚟啊！嗱，准备。哇！耶！我都话过，只要我哋成班兄弟齐心合力，各成啫嘛，直头冇得嚟啦！你话咪？赛仲有希望噶，梗系你又知道我哋潮州人唔系闹嘅，只要我哋齐心合力，团结一致，有乜嘢系做唔到噶？啊！Thank you, guy. 等我同大家讲解一下，我哋所企嘅位置就系终点嘅入口啦。经过一年前嘅激战，呢个比赛已经接近尾声啦，而真正嘅冠军亦都将会出炉啦。大家唔好咁紧张，虽然有好多车手喺呢场比赛付出咗好多努力，几经波折都系烂套竞争嘅淘汰，甚至乎牺牲咗性命，但系佢哋嘅大名将会永远留喺我哋嘅记忆之中。你哋话系咪？你哋有冇人性噶？依家系纪念佢哋啊！你估欢呼啊 ？OK， 伤心嘅事我哋唔好再提啦。依家我哋嚟睇下赛程嘅实况啦。睇到上集嘅观众都知道，除咗郭胜之外，其他选手嘅车咧都已经被炸烂晒啦。Hello！ 你哋中意睇我揸车嘛？中意睇我立油嘛？
跟着这个指南针呢，没错啦，向着这个方向3000里就会到终点的啦。还有这么远，怎知赶不赶得切的？那就问下我们后面那位茶饭兄啊，希望这角城还未到终点啦。我有预感还可以追得回他的。希望啦。大茶饭，终点的方向终于找到了。嗯，做得好，大家可以作好准备了。各位隔见啦。喂，不用做啊，爽手啦。喂，你们都来帮手啊。哦。好好停。嗯，喂，阿马兄啊，那个方向没错吧？没走鸡的啦，信我啦。哎，不要再浪费时间啦，上车啦。来啦来啦来啦，靓妹。哦，我坐哪里啊？靓妹仔，这里有位。阿叔啊，如果我今次有什么不测的话，你帮我照顾阿猪和阿狗啊。没问题，如果我还在生的话，没问题的。傻啦，冇事嘅，潮州人系全世界最聪明噶嘛，行生啦。乜咪犹太人咩吓？嗯，冇啲咁嘅事，你唔好听啲冇知识嘅人乱咁讲。嗯，好啦，准备。不过喺我印象之中咧，好似系犹太人先至系最聪明噶。我个位喺边啊？都系冇嘢啦。你哋都唔通我玩佢，全部都系衰人嚟嘅。我快话俾我妈知。你做乜嘢啊？点知啊，无啦啦走咗去都有嘅。好啦，唔好理佢啦。我哋继续准备花石，准备。地震发生得非常之突然，为了安定民心，我们非常的荣幸请到这方面的天才地理学家的权威 Professor Gogadao 为我们讲解一下地震的原因。好了 Professor Crocodile， 请问你对于今次的地震有什么见解呢？对于这次的地震呢，我本人就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投诉和意见的了。不过如果你们真的想知道的话呢，我只是想说这次的地震很明显是表现出现在的人对这个后现代社会主义的世界作出一种不满和无声的控诉。就来到终点了，我班 fans 一定好心急噶啦！收到。正话我收到一个消息，喺南方附近好似有台风会出现喎。
你而家嘅心情我系最明白嘅。你虽然唔出声，但系我跟咗你咁耐，唔多唔少我都知道你喺度谂紧啲乜嘢。好失望咧，我何尝唔系咧？当你望出窗口嗰一刹那，你嘅眼神已经衷心咁话俾我知你所谂嘅一切，所以我又何尝唔系咧？当你再次望出窗口嗰一刹那，我感觉到你嘅背影话俾我知，呢种程度简直系不足一提啊！我知道你所追求嘅根本唔系呢种程度。从你睇角度，我亦都知道你根本唔系追求咁样嘅速度。我何尝又唔系咧？藤原，你睇唔睇到？从你嘅震动，我所知道呢啲系你所追求嘅速度啊！地震系喺咩时候发生噶？哦，随时都会发生噶。啊，阿仔，仔又地震啦！咁龙卷风加地震系喺咩时候发生噶？龙卷风加地震，边有啲咁嘅嘢噶，傻仔？咩？龙卷风加地震都系随时发生噶。各位观众，我哋进行咗三日嘅赛程，终于到咗尾声啦！OK， 好啦，大家，我哋一齐嚟迎接我哋嘅冠军得主！好彩金士兵喺你后边咧，金盾，我谂你可以翻蒙古啦。你咪咁啦，等我睇下发生乜嘢事先吓。唔使咁贪心噶，一个靓仔都已经好够噶啦。系啊系啊系啊。哎呀哎呀！
哈林顿，你笑乜嘢啊？冇乜嘢，我只系想搞下气氛啫。搞气氛？乜而家唔够气氛咩？鬼咩虐待？有咩办法啊？大家企喺呢度已经两个时辰啦，你又唔讲嘢，我哋又可以做啲乜嘢咧？你教我啦。哦，有啲咁嘅事？好啦。哈林顿，咁我应该讲啲乜嘢啊？是但啦。是但。是但啊。讲乜嘢咧？各位。讲到车咧，我自细都好中意车噶啦。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第一架车咧，玉大，呢啲嘢你上次已经讲咗噶啦。哦，有啲咁嘅事，咁你以为点样讲先啱咧？啊，算啦，都系邓爱丽啦。各位，我哋有请今届嘅冠军选手上台。嚟。靓妹仔，真系极劲波折啦！呢个愿望绝对系属于你噶啦。搞掂啊，靓妹啊，你可以行上去实现你嘅愿望啦。吓，行上去嗰度？嗱。想去见你的爸爸妈妈呢，就快点行上去那里啦。比赛当中，靓妹实在俾咗好多麻烦大家，希望大家。
大家唔好怪靓妹啦，因为靓妹仲细路女啊嘛，唔识世界噶。可能靓妹以后都好难同大家见面噶啦。不过靓妹喺呢一度祝福你哋，你哋。嚟，咁人齐，嚟大家一齐影翻张相留念啦！